阮这边各国台湾的，高雄的沧桑跟没落。这过地人会对阿爹大人发电厂哦，中村中村，上边面顶看到的是这一只白色的土蛋黄，迄就是拢在掠鱿鱼的，掠鱿鱼的即摆上来整理，下到中秋节进前，去日本海掠上吧，哦，在前镇渔港啊，啊这边也有这第二货柜，第二货柜，所以咱若要看海运港。就是二三四五六看伊的货柜船，啥物人的船啊是要较侪啊？伊的股票吼啊，都有可能会起价。所以呢，今仔日看到很像高万的，就我来去讲，很多啊，它的船啊哈，变化很鲜。每一种船啊拢很鲜，这很鲜是啥物意思？假水大再重船，船啊若再重吼，下骹是沉在水底，看到顶头是分，看到下骹是超载发起。一百万至两百五十万，两色变标准湾仔啊，那那下骹是浮较悬的，叫做空仔。所以船啊呢，细下咧走啊，咱咧语言作对吼，用看的就知影超仔、湾仔、空仔。哦，船啊呢，顺势看这个船啊，它空一面了会看啥？看船头，从阿边三个所在，阿拉伯数字，阿拉伯数字，跟你讲船啊的顺序位，哦，顺序往外遮吼。标准一万，高米若降落来零点五、四点五减一千，减一千五，高米起哩加一米加一万，好、哦，到十二米加零点五加一万，到十五米加零点一加一万，哎，安尼了算下咧，等下咱就是在管下咧，哦，你睇。所以咱的迄台船哦，高万度的数据，高万度的数据伫倒位？伫十四米